人员交涉。练习完成。奖金制度。不是啊，他就说我的知名度不够高啊，所以才会这样子啊。又来了。觉得高手真的 solo 不但有操作上的相当对抗，还有看不见的心理博弈，就好像玩德克扑克一样，需要猜对方的底牌。不过德克扑克的底牌究竟是有几张呢？啊，怎么没人要健身？大家都喜欢玩游戏哦，不去健身啊。哇，他爆棚了欸。开始。然后教练队员特训。哦，连招。不是啊，我要你连招干嘛？哦，不是啊，等一下按错了。好，等吧。赛事报名，确定，关闭。哎呦，还有什么啊？管理、经理、直播。好，不是，没有星星不够，星星好缺哦。好，我们等吧。挂机，等，等点数。把低的解约的，不是啊，我现在。你知道我现在就是我点数不够啊，我现在点数不够，不能聘请新的人啊。你敢知？
昨天有说啊，你要聘请人才能解雇掉另外一个人。点数不足啊！我想解雇掉低的啊，可是就是你看哦，我要去交涉嘛，星期二25，刚才今天才好的啊，那就明天就要出去打比赛了。哎呦！反物质，自动挑选，挑看选看，欸，他把我李信编的啦。他太多了吧？他是保护消耗，那我们就后期。敌军还有30秒，哎，好像消耗输了呢。啊，有机会！呜呼！哇，差一滴滴死哎！哎，越塔太……哇塞！哇塞！竟然没死哎！我以为死掉了。太扯了吧！夸张！哎哎哎，傻炮回家哦，乖乖回家哦！哇哇哇哇哇！他们也好凶啊！他们不是防守吗？保守吗？啊，怎么打那么里面？哎 ，support 回来了哦，回来了，不要送了，完了，对啊，李信没了，剩酒桶了，我们只能靠我们的饭死掉了，然后小龙也没了，哎，追到二塔啦，傻眼，可以不要这样吗？我这样看的心情好。好怕哦！酒桶月台，低能啊！哦，我的天！比数被拉回来了，
哎、欸，是不是要死啦？是不是要输啦？好啦，我们发育吧。我们太沉不住气了。Surprise！ 又死了哦，可以可以。比较被挡住什么比较？哎哎哎！追太深哦，追太深哦，注意点哦，放尊重哦。哦，被挡住了、哦，等一下、哦，我改一下。那要放哪里呀、啊？放哪都不对啊！放这里好了。可是结束后这个又不见，哦，气死了！啊，那不然就不显示名字了啦，气死了！时间旁边怎么可能？等下结束出去之后，又说没对齐中间，那么强迫症想骗我？哇，吸血鬼，血鬼！哦，吃八龙。血鬼！要被灭了。放在队伍下面哦，你们好烦哦！就跟你讲说，等一下出去又跟我讲说那个没对齐，很烦。哦，刚刚在回讯息啊，怎么回个讯息回来？又快死光光啦！哎，说好的四一分推嘞，啊，你连一只奈德利都打不死，
爆炸酒桶嘞。哦，上路被进攻了。推中，推中，一路冲进去，拔掉他们的门牙。哦，一只奈德利凶两个人呐、啊！哎、欸，追去哪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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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、欸，这只奈德利太凶了、哦。分推，哎，怎么死光了、啊？其实，感谢超级小兵。哎，好惨哦！完全输哎，输这么多。好像要打两场了，我的天啊！好的，再来按摩吧。全员加，选择一个心态，心态。哇，心态零了哎，来跟你聊聊天。支持率吗？喂呢？下一步自动选角。哎呦，很会选哦。会选会选，保护加控制，后期我叽叽，保护加控制，哎、欸，看不到 AD 血量啊！好像都换不赢哎、欸，有点惨哎、欸。各方面，回家了啦，回家了啦！我求你回家了好吗？你看你。哎、欸，不是哎、欸，是他死掉。杀人喽，李信！哎，我们要输了。我想打拼一点啊，而且重点他们还是后期角哎、欸。
我前期就输成这样子了，后期还得了？得酷！哎，你又在前面晃，欠杀，我欠骂。下个裁员名单就是你，虽然是确定的事情，我已经有好的 support 选择了。李欣加油！哇，没剪到头，可惜。哇，被塔杀。这只到底是谁啊？艾希吗？啊，一塔掉了。我们的塔，我们的塔掉了。我觉得上路是不是很和平啊？今天。不知道会不会开阿米狗欸，因为今天团团他们也都不在，所以阿米狗应该是没人。啊，李欣怎么又被秒了？